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啊，我很喜欢这里的很多的文化，我喜欢这里的音乐，就比如现在放所有音乐我都很喜欢。然后我很喜欢街头的氛围，然后我也有去海滩去看了一些滑板场啊什么的。对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大屏幕吧，这个大屏幕就很像电影的感觉。投屏，然后又是黑白的，然后包括跟 LA 风格的融合都很好。有一个那个金色的帽子的帽衫的那个 look 还挺喜欢的啊。有戒指、手表，比较简单，搭了一个墨镜，会稍微日常风一点。嗯。